在我们看到这个叶面叶背底下有露珠，这个是露水，这是健康的草莓的象征，才有露水跑出来。哇耶，朵拉出来了，你看，耶，终于草莓出现了，等待了好几个月，它终于出现了。这边也有，那边也有，那边也有，那边也有，然后那边都有。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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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来了，超高兴的，终于要可以吃到草莓了。开放采果了吗？收了收了，我们收了收了，收是收了收了，就是快要开园让大家采草莓了，因为它已经出来了，这么可爱，你看。早餐的其中一个主打有机草莓啊，来住宿的朋友啊，都可以早上都可以吃到草莓牛奶啊，或者是新鲜的草莓沙拉。草莓红了，哇，好香哦，这个香气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有人要吃吗？我男朋友也先吃，太香了。